哎，每天起床我都睡眼惺忪，心里想着这一天肯定过得就不轻松。但是我起床我都睡眼惺忪，心里想着这一天肯定过得又不轻松，但是硬着头皮也得把技能学习精通。身在澳洲，但是报效祖国却在心中。你尝试知道每个人的想法，但是经过历练之后。